今天好天气，我们今天要去多伦多最出名的尼加拉瓜大瀑布。Let's go！我们终于到尼加拉瓜大瀑布了，流口水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发电厂。There you are. Have a great day, guys. Thank you. Yeah. Okay. 这里的涡轮超大的。你看这个是原来旧的东西要重新翻新的，翻新了的时候成本更高，但是它留到原来原始的样子。超大涡轮，好，这个涡轮水力发电厂，来，多伦多这么多年没来过一次。老伯说这里有一排的猪鼻子，侧看还蛮像的。小猪，全部都是小猪。这个鼻子掉了。小猪。我们终于来到瀑布了，这个瀑布应该是北美最著名的瀑布，叫做尼加拉瓜瀑布。这个瀑布超级壮观的，下面都结冰了。今天天气超棒的，出游。这个塔上面有那个灯，射灯，射灯呢晚上要咻，就射到那个马蹄形的瀑布，晚上呢会有灯光秀。好，我们要坐那个小黄升降梯上去顶楼，终于走到了，等一下搭那个小黄电梯往顶楼去。我们订了餐厅，1点钟。哇塞，空荡荡的，我们这是 VIP 吗？准备要搭子弹列车了。啊，终于来到旋转餐厅了。这上面都是 cheese， 还有蒜头、蒜香。是啊。沙。Very good. Thank you. 好了，我们吃了快1个钟头。旋转餐厅终于绕回原点，待1个钟头绕一圈。我们这个票是1236公尺，巴黎铁塔，嘉兴路324公尺，CN Tower。超级不快，超级不快。
台北玩的外508公尺，吃饱喝足了，离开后面的桃儿散步，要去前面的这个摩天轮，来到恐龙馆，好多小恐龙、大恐龙，摩天轮，我们要上摩天轮了。我们终于到摩天轮了，先买票。摩天轮不能带咖啡上去，所以我们先逛逛街啦。这条街原本是非常热闹的观光街，因为现在疫情人少了很多，其实还算不错的，还算可以。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啦，好像只有我戴口罩了。进来游乐场，Enjoy over 120 celebrities。买到票了，准备进场了。好多人排队啊！哟呵！然后我要一个人坐。我们如果坐同一边的话，会不平衡，会晃。哦，我们到顶点了，这是最高点。可以下降。我觉得在冒人汤。这边的 view 又不一样了。哇，天气不错。那边是美国的，夏天的时候下面可以搭船，搭船游到那个湖那边去，再游回来。来到小教堂了，但是呢，可能是冬天就关起来了，很可惜。我们来到 Niagara on the Lake 这个小镇，等一下去那个 Costco 吃冰淇淋。Niagara on the Lake 这个小镇呢，最出名的就是这家的冰淇淋，叫 Costco。好了，这个小镇没有什么人，夏天很多人呢。好吧，我们准备回家啦。有人睡了两个钟头了，终于回家啦。你不要这样笑啊！不要乱动来动去，好不好？像虫一样。